当大家又见到咁样嘅装修、咁样嘅布景、咁样嘅颜色配搭、咁样嘅设计，你就知道呢一间良兴茶档，佢又系一间讲颜值、讲复古、讲港式嘅茶姬。大部分人嚟呢度主要都唔系为咗食噶，又系为咗影相打卡，真系闷啊！佢除咗墙上面有好多怀旧嘅电影剧照咧，仲有各种灯红酒绿嘅霓虹灯招牌，我真系斋影都可以影佢半个钟啊！佢一楼就系茶餐厅嚟嘅，二楼就系私房菜，但我哋去嗰阵就下午嚟噶，私房菜又未开门。但咧都可以上去参观参观噶，仲见到好多老一辈嘅人喺度聚集，80年代嘅感觉一嘢就翻晒嚟啊！呢间良兴茶档咧就喺呢个华发商道对面嘅北山，你只要去到呢个北山村咧，见到呢个大大嘅落地玻璃就系佢嚟噶啦。不过一场嚟到，唉，点都要试下佢啲卵手嘢噶啦。因为啱啱食完中午饭，所以简简单单叫咗个招牌菠萝煮扒包就算啦，叫价就21蚊，菠萝包皮再配埋呢个新鲜现场即煎嘅煮扒包，呢、这个组合好难输噶、哦。我哋好醒目噶，叫老细一开二，猪扒唔算厚嘅，大都几大块，配埋菠萝包咧，一啖咬落去，最贵啊，又几好食噶、哦。但我觉得佢可以俾多少少牛油会香啲啦。不过啊，美中不足嘅就系我叫错咗杯鸳鸯。呢杯鸳鸯可以话系衰过无啊！佢唔奶又唔啡，得个甜字。唉，咁由于我啊真系饱饱地噶，所以冇叫其他招牌。下次肚饿嘅时候经过，先再会一会佢啦。